Hello，大家早上好。Hello，我们今天正好遇上了培丰中学，马六甲培丰中学的校庆，百年校庆，109年，我们过来看一下，感受一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现在我们在培丰中学的门口，看看这个建筑，就感觉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建筑的这个风格。下面好多学生都已经在里面了，真的是很久没有走进学校的这种感觉了。我们第一次来，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哦，他这里有卖，也有卖这个义卖这个水果汁的，跟我们家里一样啊。是的，看就打好的一杯一杯的，都是哦，都是现做的呢，这个都是真材实料啊。还有买水果的啊，我们再往里面看看，边走跟我们看看马六甲培丰中学的这个建筑啊，真的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很有中国传统特色。它这个墙上也是用笔写了一些教育的一些理念。马来西亚异国他乡可以有这么传统的教育，真的是很神奇一件事情，是吧？1986年的毕业生，哇，还有这样写好的，真是太感动了，好自豪啊！这是卖的是蚝煎，这个是义卖的，哇，真的是很感动的小吃站，这个都有自己的名头的。73枚，好的，3元。我们大家这个都是义卖的是吗？哦，太好了，你们都是培丰的毕业哦，义工是吗？哦，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支持啊，谢谢谢谢。都是每一个都是义工或者是毕业生，就是培丰的毕业生都有名字的，你看，真的是啊，很过啊，86年的，真的很不容易，超级不容易。越是走进这样的感受，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华文教育，越感觉这个就是这种说不出来这种感觉，每个毕业生都是对自己的母校感情特别的深。我们培丰中学的校长好年轻啊，也很亲切，真的是一天都没有校长的架子，真的是跟同学在一起。大家到培丰来啊，是是是，太好了，感这气氛很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是培丰中学的童军会，你知道是童军会是怎么来那个的吗？没有，童军会它是那个原来的校友的，就是原来培丰的童子军，然后毕业以后大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哦，就是童子军毕业的童子军就是童军会，培友童军会啊。即使你学，哦，谢谢谢谢，即使你已经毕业了，但是你还能参加这个培丰的这个组织，真的是有的应该年纪都很大了吧。啊，是的，哇，你看，哦，老童军头发都白了，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姐姐的档，你看，姐姐姐的档。我们第一次来不懂规矩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哦，这边就是所有到这个培丰里面消费的每个摊位都不设早零的，因为大家都是会买这个券的。235块，就是你买这个券都可以消费的，到这里面带券。刚刚不知道，刚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付现金。原来一买这个就可以了。好的，谢谢，你们太棒了。你有没有上学的感觉？你有没有年轻了？啊？有没有感觉也是同学啊？范同学，小范同学，艾米丽同学，穿过刚才的小道就来到了培丰的食堂了。他这边吃的也很多，也有卖吃的，但是有位子，这里可以像学校一起同学一样啊，感受一下食堂的感觉。谢谢。我们在门口买了2罐可乐，衣服身上都有培丰的这个。哎呀，太可爱了，你们太棒了。这个啊，对，我们是 YouTube， 对。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加油加油！这边有很多档位，然后这里有做的吃的，一排一排的，呵呵，真的跟我们念书的时候挺像的。
小范同学要吃老陈一面是吧？啊，吃，来个一面，我看看我要吃什么啊？我们来吃个椰浆饭。要几盒？一盒啊。哇！抽奖，要给我。哦，谢谢，还有抽奖的。哎呦，我们都不知道，谢谢。给 Emily 买了个面包，买了份一面，我就是大家都猜得到椰浆饭。大家有机会如果赶上校庆的话，来马六甲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培丰的这个气氛啊。Hello， 远远的跟我们打招呼。你这坐在旁边那些年轻小伙的边上怎么样感觉？啊，年轻小伙，你这个阿姨怎么样？曾经年轻的啊，曾经年轻的同学，让你重温一下学生时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刚刚了解的情况，就是现在初一的是新生对吧，初一的新生做的活就是一些打扫卫生啊，一些比较初级的工作，就是抹抹地啊，抹抹桌子啊。初二就是会有这样的卖卖东西啊，然后初三他就会有在档口这样帮忙的。他都是不管你什么地方的，不管你校长的还是董事长的儿子女儿，都要经历这一关过程。你初一进来，你就是要参加这样的，从最基础的活开始，啊，没有例外的，厉害吧？没有身份的区别啊，没有身份的区别，真的是超级不容易。我们现在来到培丰的操场，这应该是操场吧？现在是个操练嘛，是个很正式的一个场合，我感觉好专业啊。是一个什么活动？楼上同学们都围满了，然后在看着操场这边的一个操练，大家都是感觉有什么音乐的，都是自己来的，自己排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方队。多少年没走过这学校的楼梯了啊？你属于成绩好的吗？在学校里面有中等的，说中等的一般都不咋地。摄影学会校刊展 Hello。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哦，有照片啦，让我看看。这是他们其中一本校刊的一个封面。哦，是吗？这么美的。是校刊是吧？几期几期的风讯109期，什么还有好多期的，这是免费赠送的，可以拿回去看一下。对，挑一本吧，我们拿回去看一下好吧。哦，挑这个。谢谢吃货。谢谢姐姐。谢谢，挑了一个火龙果的小家伙。看颜色鲜艳。如果姐姐的话，我觉得她会挑，姐姐会挑哪个？我觉得姐姐会挑这一本。好好，是不是啊？你这小吃货就挑个吃的。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可以弹出这样手工的这种小科学实验，这种是这样应该就能弹出声音来的那种。还有科学发明，这边是未来的科学家发明家就在这里诞生了。哇，有跳舞机的， Emily 试一下。他跟不上了， Emily Game Over 了已经。一步还没踩就 Game Over 了。Emily 这个是手游是吗？手上玩的是吗？哦，你的猫是金鱼。哇，这样的，我玩一个。还没跳到另外一个，你想玩吗？你想玩去爸爸那边玩一下。叫好了好了，这个教室是那个的书法的，写的真棒。啊，书法，这里是书法，都是同学自己写的呀。啊，这都书法呀，还有剪纸的，这是都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手工艺啊。我们现在来到培丰的二楼。这是我们从楼上看下去的这个景象，这楼道的广播里面在用非常标准的中文在广播一些信息，真的有种时空错觉的感觉啊。
真的感觉像在国内的那种感觉，学生时代的感觉。哇呀，这气氛热烈呀！这是小游戏了，这有小游戏玩的，这是打枪的，用橡皮筋打这个易拉罐。轮到 Emily 掏心签了，看能不能套中哦。哦，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五等奖，哇哇！让妈妈看看，哇，你很厉害，你也有个奖品了是吗？这个是培丰的图书馆，我还看到的 special 咖啡，我想喝一下培丰的咖啡，图书馆的咖啡，来参观一下这图书馆。这应该同学平时都可以过来借书的。这边是校庆特别办的这个展览，在图书馆的隔壁，一些照片纪念的。这是男生咖啡的一个展览，也是校友，应该是男生咖啡，也是或者几代人都是校友。你可以看一眼，看这些都是古董级别的，是吧？它这是以前义卖的。哦哦，对，这里有义卖餐具，有一个纪念，这个是一个纪念，大家都留下来了，特别的有心。我们走一走，这是一个回顾展。1978年、1979年，我还没出生的啊，比我年纪还大的照片，1979年的，哇。这如果能找到自己的话，当时能找到自己的这个样子的话，真的是超级感动的。啊，小游戏，呵呵，玩得不亦乐乎。这些都是培丰的历史啊，109年的历史啊。所以你一个学校真的需要有沉淀的，一个没有历史沉淀的学校，它很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内涵的，有自己的韵味。培丰已经做到了109年独一无二的这个学校文化。我们到图书馆再去看一下，去楼上坐一下吧，可以过来看看书，挺好的。我一直在找图书馆又找不到，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也可以对外开放的。这里有咖啡的，哇，可以的，可以坐一下休息一下。 Hello， 哎，我们来喝喝培丰咖啡图书馆的咖啡怎么样？来两杯咖啡。啊，肯定肯定肯定。牛奶咖啡加一个水果茶。啊，好的，牛奶咖啡加水果茶。Oh， you won it， 刚赢了个小游戏是吧？这巴不得要马上要吃了，小家伙。培丰的咖啡不错不错。我们玩了一圈，我感觉这个校庆你真的一天好像我们只很多都没有玩。是的，又是一个 little gift， right？ 这培丰的校庆活动真丰富啊，玩不过来真的是。Can give me the party of the candy？ Oh yes。他好开心啊！他好开心的，能做游戏还能有吃的。Oh yes， 就很好。我逛累了，到这边来坐一下，喝杯咖啡。再来，这咖啡大家平时看书都可以买。啊，平时看书都可以买的，只要是会员都可以买的。我们看看这里，艾米认识几个小国旗啊？他还认识一点的，我没教过他。It's a Malaysia flag. Oh, this is a Malaysia flag. And something else. This is America. And this is, you know what?不知道啊。We will be talking on it's very long. Yes, very long, and it's a big long wall.
Yes. Yes, on a castle. 这是台湾。台湾。台湾，知道吗？这样。Taiwan flag. Yes. Yes. China. This is China. Yes. Yeah, so we live. You are from China. Yeah. You are from China. This is where we live. Yeah. We live at China. You must know it. Japan. Yes. Japan. Yes. Japan. You know what's in Japan? What's food in Japan?Sushi. Oh, yes, good. Nice. This, do you know? What's this? Korean. Korean. I told you, yes. Korean. 这游戏是让你感受一下做盲人，就如果你眼睛看不见，做盲人的一种感觉。让你能够体验一下这种残疾人士的这种不容易，然后可以以后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人家。他要去摸这个卡片上面的一个盲文，然后去寻找一下他挂在上面的这个盲文能找到一样的吗？看你能不能找到。那他那个线路过去，然后每张卡片去摸一下，要找到他跟刚刚他摸过的一样的，他才能算胜利，知道吗？他被你找到了。你没拍到吗？我不知道，我有看到你摸到，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给你。哇、哦，爸爸赢了一个，爹地让 Emily 去好吗？有个啊，有个抽奖。抽奖系统。哇、哦，哇、哦，姐姐这边拿，谢谢。哦，又一个 cookie， 像盲头的，把眼睛蒙起来。Emily 去帮爹地看啊，要往左边，往右边，往高，往低，好吗？这。啊、哦，旁边有两个哥哥帮他看了，哇，第一个就进了，哇，很棒，哇，爹地你看不出来吗？连进三球啊，盲头，四个，哦，哦，差一点，高一点，哦，五个，哇，哇，爸爸很厉害嘛，哎呀，差一点，六个。七个，好，就差一个，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哎呀，这个进不了嘛！哇，八个！弟弟结束了，还在投，你都超了，都超了，超了，都超了，这么厉害啊！对呀、啊，很厉害、啊。好，谢谢。哇，哇 ，Emily 去，有三次抽奖了，来 ，Emily 去。小姐姐们都好热情啊！看看，哇、啊，谢谢！在这里面吃什么东西？啊，糖果是吗 ？Emily 好开心，她拿到一个礼物，她抽到奖，她就觉得也参与这个游戏了。她今天收了很多的糖果。他超级的兴奋，我觉得培峰的孝心像是个游艺会， Emily 可喜欢了，又是个大 party， 又是个游艺会，真的太好玩了。Emily， 哦，差一点点扔球，哦，棒棒棒，体验球啊，体验球啊，哦，这是个练习球。扔进去一个，哇，棒棒的！哦，两个，哦呦呦呦，又赢了一个小法球，一个小饼干是吧？哦呦，太厉害了 ，Emily！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培峰的孝心还有表演的，我们活脱脱把一个孝心下午我们就拍成了一个游艺会了。看我们手上戴的，你现在我这里快拿出来，这个是我们的入场券。很难得，这个是朋友给到我们的，这个很难得，手环纪念一下。我们用这个就可以进去了是吧？我们现在是在培峰大礼堂，很有气势的一个礼堂啊，大家都在门口准备入场了。现在礼堂里面就是这样，
临时摆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坐后面，然后我怕艾米丽走来走去影响别的观众看表演啊。对，这边挺好的嘛，进出方便，有点我们以前电影院的感觉啊。有点吗，范杰啊？我们以前电影院的感觉是吧？台上有同学在准备了，我们就简单拍一下。齐鲁力，众星成城，哇，相气，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啊！我得坐下来，好有气势啊！各位北方人，大家晚上好。这中文发音真太标准了。这个是交响乐，都是同学们自己来，都是同学们自己来演奏指挥的。同学唱得很好听的，有点像歌剧的那种感觉，哇，真的很专业的。裴峰是人才济济啊，感觉。哇，这个是打鼓的，很有气势的，超有气势。裴峰校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逛了好几个小时了，意犹未尽啊，还有好多地方没有玩到，真的太有意思了。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教育气氛真浓是吧，又有吃又有玩。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我们带大家感受一下马来西亚裴峰的这个校庆活动，欢迎大家明年有机会也一起来参加。好，拜拜。